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5月20号，我们一同来为我们的 single and couple zone 的事工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今天为 single and couple zone 的事工献上我们的祷告，求主赐福给这两个 zone 里面所有的小组，使用每一次的小组聚会来建立弟兄姐妹的生命，求主继续加添人数给所有小组，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小组一起成长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